前在中国举办巡回演唱会，近日他到了成都开场，闲暇之余抽空到熊猫基地看大熊猫。蔡琳周也分享熊猫影片，并开心表示太不真实了。而粉丝也捕捉到他的身影，只见他绑着双丸子头，上面还绑着熊猫发饰，相当可爱。另外，他站在人群中，努力踮起脚尖，高举双手猛拍熊猫的样子，也被网友拍下。众人看了纷纷笑说：“蔡琳在人群中好娇小，像极了追星的自己。在大熊猫面前，人人平等。就是我看演唱会的状态，还挤不进去，笑死！体验一下当粉丝，天后好亲民，太可爱啦！”Bye.